欢迎收看阿才吃播，今天为各位播的是罐头篇第二集。今天所要吃的是我们的鸡肉加火腿。我们的鸡肉火腿呢，是来自于我们北极与南极的综合体，它所拥有的鸡肉呢，鲜嫩多汁，而且非常多的精华全部包含在这个罐头里面。那我们就来让阿才细细的品尝罐头的滋味喽。好的，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这一位香甜南瓜。我还没有看过南瓜与罐头的综合体哦，阿才非常的感兴趣哦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个诱惑的眼神，我好想吃南瓜。哎呦，你看里面这个，哦，感觉就非常的美味啊，阿才已经受不了，开始食指大动，那我们就来享用吧。紧接着是我们下一罐重量级的人物，这一罐是来自于鸡肉加牛肝加膳食纤维加果寡糖。哎呦，看来这一罐非常的有学问啊，加了种种的东西，但反正他也吃不出来。好的，看看里面，嗯，长得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阿才喜不喜欢吃咯。
好的，岁月如梭，时光飞逝，看着阿才这样吃着吃着，时间也来到了尾声，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咯，期待我们下一集会带来什么精彩的吃播秀给各位看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